契约型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发行总额不固定，基金单位总数随时增减，投资者可以按基金的报价在国家规定的营业场所申购或者赎回基金单位的，通过签订基金契约的形式发行受益凭证而设立的一种基金。契约型开放式基金没有固定存续期，规模因投资者的申购赎回可以随时变，并且在销售机构的营业场所销售及赎回，不上市交易，价格由净值决定。基金的申购赎回价格以每日公布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价减一定的手续费计算，能一目了然地反映其投资价值。